甘乃迪就任總統嘅彩色第一次有彩色嘅電視直播嘅。咁但係呢個奧巴馬咧，你睇佢行出嚟真係好有台型。啊，呢位老兄真係嚟，而家我哋又睇到電視啦嚇。咁就其實喺即係呢個1月21日，即係星期三嘅凌晨咧，即係聽日咧，咁佢正式宣誓就職。咁美國係進入一個新嘅時代。咁作為一個世界級嘅領袖咧，即係佢就任美國總統，對啲世界嘅影響有幾大咧？咁大家即係關心嘅，而家最近嘅就係伊巴嗰、那個即係戰爭啦，希望可以即係奧巴馬可以斡船呢個停火，減少人命嘅傷亡啦，最好係節制住班以色列領導啦，大佬係咪先？咁另外咧就係佢對中國個態度啊，呢啲都係大家會好關心。咁當然同歐洲嘅關係啦，係各樣嘅。即係作為美國總統，就必然係世界級，啊，即係呢個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嘅人嚟嘅，呢個肯定嘅，即係冇得傾嘅。咁當然而家中國領導人亦都即係入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嘅人之一㗎啦，已經係嘛？咁因為佢中意拉邊個拉邊個，鎖邊個鎖邊個，係嘛？即係我聽日咧就去香港大學中山廣場講呢個08憲章啊。當然我哋要為呢個劉曉波咧奔走呼號。我23号先去，为呢个大陆嘅即系嗰啲异议人士啊，即系被压迫嘅呢啲异议人士奔走呼号，呢个系我哋嘅即系责任嚟嘅。即系我哋喺香港相对比较自由嘅国度，08宪章我哋都有份签嘅，大佬。佢签就濑嘢，我哋签就冇事，海外嗰啲系嘛？所以呢个真系即系对于刘晓波啊，即系被呢个中共拘押咧，即系我哋即系感同身受。作為一個中國人，身上係即係生活喺一個相對比較自由嘅角度，我哋冇得唔關心胡佳啊、阿劉曉波啊呢啲咁嘅人。尤其是劉曉波咧，喺六四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佢同呢個高薪周桃喺呢個天安門嗰度，天安門嗰度喺呢個即係張幕啊，解放軍要殺人之前啊，咁佢哋喺度靜坐啊，咁亦都勸啲學生離開嗰個廣場啦。咁啊，除咗佢之外，仲有呢個侯德健，我記得。咁但係其他嗰啲人就冇曬聲影啦。侯德健啊，即係揾水添啦，而家係嘛？咁啊，淨係劉曉波不斷咁樣寫文章，但係佢人咧就喺北京嘅，係嘛？喺北京，然後繼續寫文章批判呢個即係中共嘅極權，係嘛？呢個真係唔容易啦。啲文章當然喺內地嘅網站你睇唔到，內地嘅媒體睇唔到，喺海外嘅媒體咁啊出口轉內銷。咁大家都睇到嗰啲文，即係我係好欣賞劉曉波嗰啲文字，同埋佢嗰種即係為公義啊，有嗰種即係捨生掏義，唔係依人掏義，捨生不渝嘅精神，有呢種啊，呢個就係非常之難得。咁啊，呢啲咪俾人，始終咧，初初我仲諗住啊，劉曉波喺大陸可以寫文章，喺海外刊登咁都算唔錯啦，大陸都相對應該叫比較寬鬆啦。結果真係未有議題啫，有議題發覺你可能有啲影響力，咪一樣嚼你，照係嘛？一樣喐你啊，係嘛？咩叫做開明啊？老實講係嘛？仲有一個叫余傑又係啊，而家喺大陸咁樣不斷咁樣寫文章喺海外即係見報，咁呢個咧就好危險啊，遲早就輪到佢噶啦。老實講，咁樣情況即係我哋喺香港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哋真係不能夠置身事外咯。嗱，今年咧對共產黨嚟講係非常之重要的。第一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就一定係要即係嚇。大事普天。喂，我話講要搞到普天同慶係嘛？又紀念呢個改革開放咁啊，即係30周年啦。舊年咁其實應該嚴格嚟講，今年先算叫30周年。我話你聽啱啱啱啊，因為正式開動嗰個改革嘅列車。係喺79年初係嘛？你78年嘅意思就係講呢個鄧小平啊，喺11屆三中全會，即係所謂撥亂反正復出之後，咁嚟計算咁啊，然後高舉呢個改革開放嘅旗幟係嘛？咁就到而家為止都30年。咁你今年仲有一樣60/20周年，60/20周年嗱，對於共產黨嚟講咧就非常之投機啊！嗱，你天安門母親最近即係有幾十人可以聚埋一齊，眨下眼20年。係嘛？呢啲咁嘅受難者家屬係嘛？即係突破種種嘅障礙困難，聚埋一齊係嘛？40個天安門母親係嘛？咁至少已經40條人命喺呢度，啱唔啱啊？係嘛？即係如果呢啲咁嘅傷痕係嘛？
即係你唔去撫平佢，始終一日你都係共產黨嘅一個最沉重嘅包袱，即係越早即係為六四重新評價，對呢個中共嘅統治咧，其實係越有利嘅。即係呢個係好清楚，即係呢個係常識嚟嘅。但係喺今年，如果六四二十週年，胡溫夠膽行出嚟為呢個六四重新評價咧，佢就喺歷史上留名。如果六四二十週年，佢係加強呢個鎮壓，佢喺歷史上亦都係留名，不過留下臭名，呢個肯定噶啦。如果你識利用呢個二十週年，由中共即係見證六十週年嘅呢一個咁嘅即係日子，你可以為六四重新定位，係嘛？追究責任，係嘛？賠償俾受難者嘅家屬，做一連串，或者甚至你未做，你講都得，係嘛？喺呢個六四二十週年，你講係嘛？我哋將會重新評價。呢個八九年，即係呢個所謂春夏之交嗰、那個神州巨變係嘛？呢一、這個所謂六四風波啊，佢哋叫做係嘛？六四事件，你如果去重新去評價嘅係嘛？即係話還原嗰個歷史，即係你至少講啊，我諗即係胡溫嘅政權都穩如泰山係嘛？最好就利用即係今年啊，2009年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啊，海內外啊嗰啲愛中共。又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當然係好興奮啦，係咪？包括香港嗰班擦鞋狗，係嘛？大家就日講夜講，日又講夜又講啦，係咪？但係一個祖國嘅強大，唔係一班奴才用把口講就可以強大嘅。正如胡適之當年同啲青年學生講：一個民主嘅國、民主自由嘅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哇！如果我哋國家主席胡錦濤夠膽咁講，梁振英啊、鄭耀棠啊，啊佢哋咪寫翻？誒、哎，當年我哋都有份支持學生嘅咯。係一定啦，即刻。哇！真係最喎，可以。啊！當年有份即係。當年六月十一號開始傳曬啦。有份譴責呢個鎮壓，不過佢哋又快收到風，佢哋嗰班好嘢嘅，即係始終都係圍內啦。你明唔明？即係核心啦。係嘛？共產黨員啊嘛，你明唔明啊？咁當然有啲共產黨員當時利用呢一個機會就退黨啦、脱黨啦，係咪？有啲共產黨員就即係更加即係加強佢哋即係對共產黨嗰、那個加強佢哋對共產黨嗰個擁護咯，係咪？即係梗係有兩種極端嘅啦，係咪？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個話題咧，就繼續肥嗰個黐咗線嘅牧師蘇永智。